软软的嘴唇，发红的耳朵，还有一件白色的 T 恤。臭完的感觉太幸福了吧。是个梦啊，不过这个梦的感觉也太真实了吧。哇，这个梦可真值。创可贴，这不是梦。你被人偷吻了。我给你算算，你把昨晚所有和你有过亲密接触的男人都说一遍。昨天晚上项目组聚餐，整个组的人都在。这个项目能够顺利立项，也离不开大家的努力，尤其是我们的主策划。这就是我师父陆白，只要他一个眼神瞪过去，全公司都不敢说话了。他只要瞪我一下，我都要被虐死了。干掉啊，莹姐！少喝点酒，给你拿了一盒植物奶。期末迟，祝贺你！韩婷婷，你的幸福生活就要开始了，冲啊！我要正式开始我的追爱之旅。啊，等等！万一亲你的人不是那三个人呢？到我办公室来一趟。难道真的是师傅？师傅，你找我了。过来，坐。桥段里面这个转椅的设计有问题，男主人公的互动根本就不成立。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以后这种桥段一定要亲自去体验一下。知道了，师傅。虽然有几处逻辑漏洞，但整体还算新颖，过后应该没有问题。师傅不会是故意的吧？想什么呢？没有，没想什么。师傅，你难道就没有别的什么事情要跟我说了吗？开会之前，把策划案再完善一下。怎么回事？难道亲我的不是师傅？我们这个项目的亮点呢，就是通过单元故事营造不同的恋爱感，来提升用户体验。就算我们在单元式的游戏里面设置了充值关卡，用户也不一定买单。已知的竞品中并没有成功案例。所有的项目在成为爆款之前都没有成功案例的支撑。韩婷婷，
你还没恋爱吧？让一个母胎 solo 来当项目的主策划，怎么能让用户有真实的恋爱感？你的意思是，写刑侦的就得杀人，写玄幻的就得去修仙？我们会去做数据调查，用足够的细节让用户相信。Yes， 师傅还是挺我的。项目的业绩由各项目组自己负责，散会。刚才为什么走神？我刚才在……这次是因为项目已经立项了，再有下一次，你的项目都不用上会。结合修改意见，尽快完善。知道了，师傅。师尊终究是师尊，我只要看他那一脸清心寡欲的样，简直跟喝了忘情水似的。我现在是明白了，别说接吻，我就连跟他直线距离小于5厘米，我都觉得我在玷污他。之前绝对是错觉，肯定不可能是他。有你现在这一淫的功夫，早就已经试探了800回了。试探也得有机会啊。妈呀，机会来了，师傅，还真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关键时刻，绿茶的撩男大法一个都想不起来了。管他呢，来吧。啊，师傅，我这个水好烫烫，能不能帮我拿一下？啊，哦。这么惨了，你还不来关心一下？算了，我自作多情。别动。发生了什么？是。想什么呢？没有。今天中午一起吃饭吧，把昨天晚上的事也聊一下。昨天晚上。这种事不能拖太久。必须得尽快说清楚。Yes， 这不就是间接承认了吗？没想到真的是师父。你先安排好工作，中午不见不散。贺亮，贺亮，对不起，咱们真的不合适。你说我哪里不对，我可以改吗？我刚在里边不都说过了吗？你好，欢迎光临，两位吗？咱们这边请。一看师傅就是有备而来，这环境这氛围，要说是只是为了吃饭，打死我都不信。这款一直断货，我抢了好久都抢不到。你好，今天店内有活动，来用餐的客人只要心率达到120就可以选择一对带走。不行，太狼狈了，宁可忍痛割爱，也不能在师傅面前颜面尽失。还是不用了，谢谢你啊。等一下，
140了。我是不是可以拿一对？只要愿意合影，在我们的合影墙上留念，就可以选择一对带走。两位再靠近一点，咱们动作再亲密一点嘛。准备，3、2、1。谢谢师傅。别犹豫了，快说吧！接吻娃娃都帮我拿到了，还有什么好矜持的？昨天晚上，婷婷，贺让，哎，你怎么在这儿啊？这就是我喜欢的人。你们，婷婷，叫我舅姐啊！又是老戏份。让让，原来我不是一厢情愿的吗？你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吗？对不起，这句话是我等了太久了。看见了吧，我有女朋友了，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了啊！走开！哎呀，好兄弟，谢了。你谁啊？看我俩这关系还不走啊？什么年代还穿西装的？你这房屋中介还是保险销售啊？这祖宗啊，咱俩不是一块长大的吗？能不能有点默契？那是我师父手把手带我出来的师父，谈正事你干嘛呢？可恶，没什么可是了，你现在消失就是对最大的帮助。走。师傅，他就是一个小插曲，你别介意啊。啊，对了，你刚说什么？你说昨天晚上怎么了？你自己看看，都被拍下来了。昨天很壮观，很多同事都录了像。壮观？我第一次没什么经验，难道不是应该很羞涩吗？这种事情，以后还是不要再有下次了。师傅，这其实这也就是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而已嘛，没什么好害羞的。你看我也没有害羞嘛，是不是？以后习惯了就好了。你还是先看视频吧。喝了，婷婷，你喝多了。哎，不行不行，那个是我要感谢大家。喝多了。哇！劲爆！公司所有人都看见了吗？嗯。怪不得我觉得今天公司每个人都怪怪的。哼，真是丢脸丢到家了。你不用有心理负担，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哎，但是师傅，你那个创可贴……没什么，别人给的。别人给的，看来真的不是师傅。以后少喝点酒，多把心思放在工作上，也不至于在会上被凯莉问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的人到底是谁呢？算了，还是工作重要。婷婷，婷婷，嘿，秦墨池，你怎么会来公司啊？你又不联系我，那我只能主动来找你了。什么意思啊？那天晚上的事儿，你忘了吗？忘了也没关系，
我可以陪你重新开始。难道是秦墨池？明星就不能跟素人谈恋爱了？自信点。要我看啊，顶多就算一过气艺人。你懂什么？长得帅就是硬通货。婷婷，馅饼可不是每天都能掉的，好好抓住这次机会，把秦墨池手到擒来。嗨，你在忙吗？我送你的礼物看到没有？啊，这个你送的？打开看看。哦，你每天坐那么久，颈椎一定很难受吧？这个按摩仪它有理疗功能，你一定记得每天都要用哦。谢谢啊，谢谢你。你跟我就不用客气了。那你晚上有空吗？有空的话，我们一起去看个电影吧。电影、啊、坐得这么靠后，他不会是想……不好意思啊，因为怕被人认出来，所以定了一个靠角落的位置。没关系，这样就更没有人打扰我了。天哪，我在说什么？其实那天亲你的那个人就是我。婷婷，你困了吗？终于可以摘掉了，太闷了。你平时出来都要捂这么严实啊？今天当然要谨慎一点呢，万一被别人拍到，我们就不能好好约会了。哎，墨池。哦，他不是，他不是。没事。哎，你怎么在这儿？佩玲姐，你怎么也在这儿？哦，随便逛逛。我刚跟朋友看电影呢。我介绍一下吧，这位是卓远游戏公司的策划韩婷婷，这位是我的经纪人佩玲姐。啊，原来是经纪人姐姐。你好你好。现在策划都长这么漂亮了。哎，墨池，你什么时候谈的恋爱？怎么没跟我说一声？我没有谈恋爱。秦墨池，哎，真是呀。我是种瓜得瓜的记者。你最近是不火，有没有考虑过转行啊？你是谁？他的女朋友有吗？别拍了，别拍了。女朋友，你不会只专心谈恋爱吧？别拍了。大家误会了，他是墨池的助理。助理？助理穿成这个样，这瓜也可大了。哎，给我们镜头，给我们镜头。我们会如实报道的，你相信我们，我们只要一个镜头，要一个镜头。别拍了，镜头嘛。独家专访。我给你们冰冰下个月的独家专访怎么样？真的假的？你别骗我嘛！骗你们干嘛？你赶紧走，赶紧走！不行啊，你一个人在这儿。没事，你听我的，你赶紧走。啊、听话，赶紧走，赶紧走，快！我晚点联系你，快快快！真是的。墨池，哎，婷婷，海伦姐，刚才没吓着你吧？啊、哦，我没事，你们没事吧？啊、哦，我们没事。那个你俩约会的事儿，你们公司的人知道吗？哦，你放心，我嘴严，我只有两个最好的朋友知道。哦，那就好。现在毕竟是你们的代言人候选，这要是让他们知道你俩这层关系，这不得对他有看法？不会的，不会的，你放心，我们公司的人啊都特别喜欢墨池，我们都觉得他不论是从形象还是到气质都特别适合我们的游戏。真的？这么说你会支持他了？当然会支持他啦！我从他出道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他了。
哎，我这个经纪人啊，每天也是为他操碎了心。行吧，你回去早点休息啊。游戏方案什么时候能改完呀？我还欠你一顿宵夜呢，今晚有空吗？这是又要约会了呀？今年这生日打算怎么过啊？赶紧红妆，斩男色给我涂起来。你和贺让放手，我保证不让贺让那个祸害去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婷姐，生日快乐！算你有良心，谢了。总监来了。难道师傅也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特意来给我送礼物？婷婷，方案反馈已经发给你了，进门改完发给我。婷婷，今天辛苦了。师傅，你也太记仇了。虽然上次在餐厅把你的衣服扯坏是我的不对，但你也不用非要选在我生日的这一天让我一个人加班吧。秦墨池，喂，啊，来接我，哎。你们很熟吗？嗯，那倒也没有，我们是普通朋友。跟艺人相处要保持边界，不要别人稍微对你好一点就放松警惕。婷婷，陆总监，你也在啊？你好，我来接婷婷。慢点。谢谢。那我进去啦。晚安，早点休息。我看你的衣服也湿了，要不我帮你烘干一下吧。那就麻烦你了。哦，对了，那个这里是我发小开的民宿，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也住在这儿。毕竟是一个明星，我怕你进去会引起轰动，我先进去看一下他俩在不在啊。好，没问题。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他们非要给你准备惊喜，我怎么拦都拦不住。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秦墨池，贺让，要是我这次脱不了单的话，我就坑他当一辈子的饭票。振作点，秦墨池都愿意留下来陪你过生日了，还主动去给你做长寿面，说明他对你是认真的。真的？你好，欢迎光临寒舍。啊，冒昧前来，打扰了。知道冒昧还来啊？我认识你，大明星啊。哎，我记得你当时是演员出身是吧？成名作叫《京城四姐》，你演老五，没几集就下线了啊？这人有病吧？啊，对，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规划吧，可能我更喜欢站在舞台上的感觉，所以选择转行做了唱跳歌手。我支持你啊，毕竟你当演员的时候实在是太透明了。我当时还劝婷婷呢，她再喜欢追星也不能追一路人啊，是吧？没想到你这么幽默啊。什么时候吃饭？马上。莫非这碗面有什么玄机？开水煮挂面不如吃麦片，我这做的是你们最喜欢吃的阳城。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之前做练习生的时候每天都吃这碗面。我还没说完我做的呢，这是阳澄湖大闸蟹，你们每天训练很辛苦，公司又严格控制我们的饮食，所以我每天最期盼的就是训练结束后吃上这碗清水面。虽然很简单，但是很温暖。谢谢你啊，那么用心啊。一看就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我这菜是我太奶奶教我做的，虽然呢，婷婷，不好意思啊，今天也没来得及给你准备生日礼物。这个是我第一次登台时候我妈给我做的幸运手环啊，希望以后你也能有好运加持。这次不会错了吧？那我就收下了啊。其实墨池，有些话你现在可以说了。你知道我要说什么？谢谢你，谢谢你，婷婷。那游戏代言的事儿就拜托你了。游戏代言？对呀，你忘了吗？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就是我兄弟，以后你就是我姐妹。那游戏代言事儿能不能帮我争取了？你说什么争取不争取呢？我就按照你的原型去策划男主。来，干了，我吹了。所以你接近我就是为了代言？啊，当然不是，我是真心想交你这个朋友的，婷婷。但是朋友之间，不就应该互相帮助吗？对吧？抱歉让你误会了，我根本没有这么大的权利。婷婷，这可是你亲口答应我的事儿。在你心里，原来这只是一场交易，对吗？这不是交不交易，每个人时间都很宝贵，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对你好的，这难道不是成年人世界约定俗成的相处规则吗？这么跟你说吧，我非常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经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你能给我提供代言这个机会。如果我代言了你的游戏，我也能给你的游戏带来更高的热度，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双赢啊，双赢，你懂吗？双赢？对啊。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误会真的有一点深了。代言的事情我做不了主，我也做不到从中寻思。你找错人了。
像这种送上门来的帅哥，不是渣男就是骗子。我就想找到亲我的那个人，怎么就那么难？恋爱脑在上头的时候特别容易上当受骗，所以说呢，我劝你以后寂寞的时候听听歌，追个星，追个剧，不要再去想帅哥找虐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咒我单身一辈子啊？不好吗？那个房间永远为你留着，可以给你留到孤独终老啊。你才孤独终老，赫儿，你说什么？听见。嗯，我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你在说什么呢？你没刷微博吗？看一下。这怎么回事啊？你们不能进来，这里是公司。走走走韩婷婷，这你老说承诺不需要暴力手段终止采访了吗？哎呀，我不是故意的，但是别拍了，别录了。你这么激动，是因为我刚才说对了吗？哎呀，回答一下，对了吗？回答一下，吧我就是想采访一下，给我一个答案。婷姐，刚才没吓到你吧？我没事。你怎么还受伤了？估计就是他们刚刚抓到的吧。没事，没几天就好了。对不起啊，连累你了。我是男人嘛，伤疤都是我的军功章。婷婷，陆总监让你一会儿去办公室找他。首先，我想向支持我的粉丝们道歉，发生这样的事情，让你们担心了。我们是在半个月前一次饭局上认识的，当时我认为她是个很单纯的女孩，但我没有想到。他后来一直以游戏代言为条件，三番五次的要挟我与他见面，前几次我都拒绝了，因为我真的很反感这样的行为。去电影院那次，我只是想当面和他说清楚，但我没有想到被拍了下来。不会的，不会的，他不论是从形象还是到气质都特别适合我们的游戏。真的？这么说你会支持他了？当然会支持他了，我从他出道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他了。这件事情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公司形象，新游的充值率暴降了80%。陆白，你是他的组长，你有什么可说的？陈总，网民被煽动情绪，舆论在短时间内迅速发酵，只能说明整件事情都是有人在恶意炒作。我建议先收集证据，查清真相。说到底，这不过是韩婷婷的个人问题，与公司无关。我们只要解聘韩婷婷，就可以表明公司立场，维护住公司形象。师傅，师傅，你是相信我的吧？师傅，我什么都没做。师傅，这件事情我明明就是被冤枉的，为什么要停我的职？停职只是暂时的，等风波过去了，你再回来上班。可是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秦墨池和他经纪人自导自演，我为什么要为别人的错误买单啊？师傅，你带我这么久，我什么样的为人你不知道吗？公司不是感情用事的地方，你敢说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Thank you.
才看呢。现在网上只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说这肯定是我的错，还有就是说就算这件事情不是我的错，但毕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秦墨池这么害我，那肯定说明我别的事情也有错。现在连陆白我师父也不相信我了。没事，就算你没工作了，我也不会嫌弃你的，大不了我养你。不行，我得去找他。秦墨池开的挺快呀。是啊，他每次都挺快。站住！你谁呀？你不是我们公司的吧？我是来面试保洁阿姨的，我快迟到了。你把脸转过来。哎，你不是那个？秦墨池。你现在一个人出门太危险了。你也知道危险啊，不都是你害的？谁潜规则了？谁威胁你了？谁恶意勾引你了？我一个人在那干着急，现在全世界都在说我。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一定很委屈。今天，其实我也是迫不得已，你知道的。这几年行业不景气，加上我又一直没什么出圈的作品，说句实话我已经过气了，所以我公司上下和我都很紧张。其实这次炒作根本不是针对你，就是公司想借此机会给我营造一波受害者的人设，这样就可以重新吸引一波粉丝。至于那个声明视频，也是我经纪人逼着我拍的，他那天看到我和你在一起之后，觉得你给不了我什么代言资格，所以就想了这个办法。还有那通电话，也是他逼着我。行了，你想翻红也不用拉我当祭品吧？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他们让你这么做，你就这么做。你要是不同意，他们还能抢你的电话呀？是这样的，婷婷，有些东西你根本不懂。我们做艺人的根本没有看上去那么光鲜亮丽，很多时候我们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如果我们不按照公司的意愿去做事的话，我们就会被视为违约，而我们要面临的就是成百万上千万的赔偿金。婷婷，你就相信我好吗？我怎么可能会想伤害你呢？我昨天说的也都是气话，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但你能不能就帮我这一次，就这一次。你好，我能看看这儿的监控吗？我带您去找经理吧，这边请。谢谢。进。陆总监，税务局部门查到了，这次热搜事件确实是秦墨池公司特意安排的。另外，网上排名前十的运营号也是他们公司特意安排的通告。还有，网上出现的那个视频，我已经让技术员鉴定过了。两分钟不到的视频画面，竟然出现十多处的剪辑，我觉得他们这分明就是恶意剪辑，故意陷害的。另外，那个录音确实是真的。起床。起床啦！你都吃三年白食，脸皮都吃好了你。你不是说你养得起我吗？我是养得起人，但我养不起猪啊！来呀，说说你起不起？我要起不起？我要睡觉了，我睡觉了。哎呀！
要不然你就来我这儿干吧，在我这儿当个金牌打杂，事儿少，钱多，离家近，还能一觉睡到自然醒。你想的可真美，我当游戏策划的梦想还没有实现呢，我就年纪轻轻的在你这儿当条咸鱼。那你干脆辞了算了吧，反正全中国又不止卓远这一家公司。但是师傅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也不能因为这一件事情就离开公司吧。哎呦，喂，婷姐，出大事了。您看，我说的没错吧？刚才在公司看到陆总监亲自拟了份代言人合同，然后就出公司了。可是明明技术部已经发现视频是被恶意剪辑过的，为什么还要找他签合同？其实你们不用这么做，我们也能达成合作。毕竟秦墨池本来就是我们的备选。陆总监，我都跟你说了，这件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当然，如果我们能成功合作的话，我相信那些负面舆论很快就会过去吧。Helen 姐说话还真是心思缜密啊。这次你约我来，不会是想要录音黑我们的吧？你想多了。哎，可惜了你们那么有才的那小策划，这么就被开了。年轻人嘛，还是得成长。这么说，我还应该感谢你喽，海伦姐。谢谢你教我成长，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伪善的人假装成善良人的同类，就是为了利用他们。灰姑娘有了水晶鞋才能得到王子，你有什么？一个普通女孩，当你幻想和男明星谈恋爱的时候，就要想到会有今天这个局面，都是你自找的。韩婷婷，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我们在谈工作，你捣什么乱？你明明就知道我是被冤枉的，为什么还要跟他合作？公司合不合作跟你有关系吗？你对公司造成的损失我还没有跟你追究呢。现在你被公司开除了。还不快走。我真的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开除就开除，有什么了不起的？陆总监，你怎么能这样对婷姐呢？婷姐，婷姐，我是你的人，你走的话我也一起。那不行，你才刚上班，你都没有养活自己的能力，这份工作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是……好了，今天你能陪我过来，已经很足够了。婷姐，你不会想不开吧？放心，不至于。但是我现在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你先回去吧。谢谢你啊。没事儿。把我所有的运气都吸走了，我现在情场、职场都失意。
啊，不好意思，你怎么来了？上午的事情，你误会了。其实不好意思啊，我们这打烊了，您请回吧。啊，对了，陆远云年纪还小，可能说话不过脑子，你不要因为我迁怒他。我可能是确实不太明白贵公司和娱乐圈的某些做法，但是现在在这儿，我还是有权利可以拒绝我讨厌的客人的。你听我把话说完。下午拿到了你被陷害的证据，直接交给了警方。现在真相大白，婷姐，你可以回来上班了。证据？但是我们公司不是已经决定跟秦墨池合作，给他代言资格了吗？领导确实是这么计划的，不过陆总监居然从秦墨池经纪人嘴里套出了实话，再加上录音笔录，铁证如山，直接斩断了他们所有的退路。Yes！ 啊，我误会师傅了。早啊，婷姐。早啊。哎呦，不错呀，今天。婷姐，嗯，陆总监找你。师傅，您早。事情的经过你都知道了吧？知道了，谢谢师傅您帮我，但同时我也要跟师傅说一声对不起。那天在咖啡厅，我确实是冲动了。我之前确实是太幼稚了，以后我会更加从公司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让你停职和代言人合同都是策略的一部分，之所以一开始没有告诉你，是想等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再跟你说。放心吧，师傅，我已经想通了，我以后绝对不会意气用事了。好，你先去忙吧。师傅，一点小小礼物，要不要感谢？婷姐，恭喜你王者归来！这份仙人掌送给你，如果以后再有人欺负你，你就拿这个仙人掌炸死他。我看你是要先炸死我，还是谢了？不过婷姐，嗯，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呀？我就改变一下穿衣风格，怎么了？不好看吗？那还是以前的可爱。你懂什么？这叫成长。你这段时间不在公司，我这个小助理啊，特别孤独，都没有人罩着我了。嗯，哎，那天在咖啡厅，谢谢你帮我说话呀。没想到你关键时刻还挺有担当的嘛。男人嘛。可以没有肌肉和身高，但是绝对不能没有态度。婷姐，嗯，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啊？这家餐厅的对面也太少了。多少吃啊？没事，不够吃就再点。放心，你吃不成我。服务员，再来三份儿童套餐。多吃点，多吃点，你还要长身体呢。婷姐，你怎么吃这么少？啊，婷姐老了，不像你，年轻人胃口就是好。哪里老了？皮肤状态这么好，如果走在大街上啊，人家肯定以为你是我妹妹呢。我哪有你那么傻的哥哥？婷姐，嗯，你酒量不好，还少喝点酒，不然又像那天晚上一样，我都控制不了你。那天晚上，嗯，我怎么了？
那天晚上你非常的生猛霸气，肆意妄为，弄得我都脸红了。脸红？对了，婷姐，你答应我的事情什么时候兑现？嗯，天哪，亲我的人该不会是他吧？以后你就是婷姐的人了，婷姐会对你负责的。这就是那天晚上我们两个最后的聊天记录。完了。可以啊，韩婷婷，恭喜你喜提19岁的小帅哥，即将开启甜甜的姐弟恋。不行不行，他就是一个小屁孩，他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平时我在公司照顾他的时候就跟照顾一个儿子一样。你觉得我可以跟儿子谈恋爱？你别忙着拒绝嘛。哎，你看他朋友圈除了健身美食，哎，这张照片还有这个，全是和你的自拍。哎，公司大合照，站在你旁边的人是谁？陆远瑜啊。哦，他看你这个眼神能不能拉丝了好吗？爹爹这么难，你真的不要考虑一下吗？我乳糖不耐受，无福消化，喝了只会拉肚子。你确定弟弟是牛奶吗？万一他是你手里喝的植物奶，不含乳糖呢？但是如果我跟他在一起的话，我就要同时做女友、上司、姐姐、妈妈、家政阿姨5个角色。我不是漩涡鸣人，他也不是日向雏田，不值得我分饰。万一亲你的人真的是陆远瑜，你怎么办？如果亲我的人真的是陆远瑜，那我就装傻失忆，只要我不承认，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怎么了？我本来就姨妈疼，现在我只要一想到亲我的那个人可能是陆远瑜，我就不说了不说了，睡觉了。哦，那我去给你弄点热水。终于出来了。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你昨天晚上不是发了个朋友圈吗？说你失眠了，怕你迟到，我就来接你了。还不是因为你失眠。嗯？啊？啊，我觉得坐这个太危险了，我还是有点害怕。我还是坐地铁吧，谢谢你啊。站住，回来。多好看，走，再不搞到这就迟到了。你就看在我特意过来的份上，给个面子。而且你再不走就要迟到扣工资了。哎呀，婷姐快点。哎呀，报警了，出发喽。怎么样，我的车技是不是很不错啊？哎呀，你就那个小电动，你开那么快玩漂移，下头心脏都快出来了。哎呀，头也好疼，我去歇会儿。小屁孩真的靠不住，太毛躁了。我要是跟他在一起，光是操心都要老10岁。婷姐，你怎么又来了？
喝杯植物奶。你不在公司的这段时间，我暂时接替了你的工作。现在有几处新增的互动桥段，我们来重新讨论一下。来吧。第一处，女主头发滑下来，男主帮她重新绑起来。那我们开始。就要交方案了，我们要抓紧时间，而且之前的方案不都是我们两个尝试过后觉得可以，然后再正式定下来的吗？平时也就算了，现在要是再跟他进行近距离接触，他不会真的爱上我吧？我有这么大魅力吗？婷姐，嗯，我没惹你生气吧？你从今天见面开始就对我特别冷漠，啊！你别多想，我只是……婷姐，你没事吧？没事，我喝个热水就好了。哎，怎么了？他今天状态就不好，再加上路上吹了一阵的冷风，估计身子虚了。我送他回家。没事，陆总监，我知道婷姐家在哪。婷姐，婷姐，你终于醒了。嗯。我怎么回来了？你突然晕倒，我送你回来的。知道你乳糖不耐受，所以用植物奶给你做了一杯姜撞奶，趁热喝了吧。他这是在暗示自己很有责任心，很会照顾我吗？不行，我要赶快把这种暧昧掐死在摇篮里。婷姐，婷姐。啊，谢谢，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了，你赶快回去上班吧。我的室友马上也要回来了。不行，你现在身子这么虚，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你看你想吃什么，尽管和我说，我去给你做。你一个小屁孩怎么会照顾人呢？你快回去上班吧。我是真的要照顾你，还有我比你小几岁，只能说明我运气不好，投胎比你晚而已，并不代表什么事情我都不懂。有些事情啊，我心里想的可比你更清楚。饿了吧？我去给你做饭。下来了。哇！要下厨房啊！我也第一次做饭，谁知道这么快就……你刚才说的那么有自信，我以为你很会做饭呢，真的是有点呛了。你把那个窗打开吧。我来，没事，我来，我来，没事，我来，我来，婷姐，你现在是病号，我必须照顾你，这些事情就由我来做，我送你回房间。
什么是真爱？就是愿意为了你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啊。他明明不会做饭，却为了你第一次下厨房。你确定他真的不是炸厨房？哪有什么天生完美的爱人，每个人都是需要成长的，爱情当然也是啊。相信我，给小帅哥一个机会，会给你惊喜的。我现在给不了机会了，我明天还要开会呢。什么儿女情长，我现在根本想不了。你看看我这 PPT， 我明天绝对不能再给凯莉鸡蛋里挑骨头的机会。以前吧，我以为你只是阅历太少，缺乏商业头脑，只会写一些桥段啊互动。现在看来，你连这个都做不好。你这写的是姐弟恋吗？两人宛如一对母子，还是厚的那种。要不这就改名叫我跟后妈的爱情，好笑吗？但是弟弟本来就是男孩，有什么男性魅力啊？男孩也是男人啊。也难怪，你这个年纪啊，还不懂弟弟的香。回去重做，下周一给我。啊，萍姐，不要难过了。嗯，跟你没关系，是我自己的问题。都怪我昨天没有照顾好你，如果我没有把饭煮糊，你今天肯定能做好上会准备。萍姐，这周末我们一起加班吧，我保证不添乱。地址没错吧？这层哪有咖啡厅啊？猜猜我是谁？猜对有奖哦！哎呀，别搞这些了。不猜也没关系，送你一只小土狗。噔噔噔噔，喜欢吗？走吧。啊？去哪儿到底？游戏厅啊！走走走走走。啊？我们不是来改策划案的吗？去什么游戏厅啊？婷姐，要学会给自己放假，调节一下心情，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走走走走走，走吧，听我的，走吧。婷姐，你来试试。这不是小孩才玩的。你有多久没当小孩了？来试试。小孩和成年人的区别呢，就在于小孩只需要让自己开心，而成年人呢就要哄别人开心。婷姐，你不用想这么多，只需要让自己开心就好了。哎妈，打完修改游戏方案。好了，打完了，走吧。打地鼠呢，应该是这样打，要认真打。哎，我自己来就好。婷姐，啊，谢谢，不客气。哎，我觉得你说的对，是应该放松一下。我好久没有那么开心了。是人都会有压力，及时排解就好了。所以我经常都会去游戏厅，每次出来的时候都会元气满满。你就是一个小孩，你有什么压力啊？我的压力就来自于你们总是叫我小孩，都觉得我不成熟、不靠谱、玩心重。可是我真的很想证明，我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啊。
我才要更努力，继续每天加油。我相信你，加油。婷姐，你怎么像个小孩一样，吃的到处都是？哦，婷姐，你等我一下啊。小小，我知道弟弟的香了。简灵庄，赶紧给我画起来，撬开他的少男之心。婷姐。这是？一定是妹妹，一定是妹妹。婷婷姐姐好，我是露露女朋友，我叫欣欣。嗯，一直听露露提起你，没想到你这么漂亮呢。谢谢。我刚刚下课，露露说你们在这儿玩，就喊我一起过来了。婷婷姐姐，你不会介意吧？哈哈，我有什么可介意的？我也该去工作了。哎，婷姐，你这个妆怎么画成这样？你不适合画少女风的腮红，感觉跟猴子屁股似的。哎呦，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姐姐，你不要生气哦。对不起啊，婷姐，她年纪太小，不太会说话。没事，婷姐，我带你去补一下妆吧。不用了，不用了。哎呀，走吧，走吧，不要客气了。不过你等一下我们啊。你们去吧。婷婷姐姐，你不知道露露有女朋友吧？啊，你别误会，还没关系，反正你也不是第一个，我都已经习惯了。露露对每一个人都很好，她性格就是这样。但如果你当真的话，可就是你的错喽。怎么了，姐姐？我又说错话了吗？对不起哦。我要去工作了。今天绝对是我这辈子最丢人的一天。嗯，婷姐，婷姐，你要去哪儿啊？欣欣呢？陆远瑜。嗯，你什么时候谈的女朋友啊？半年以前啊。怎么了？那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呢？你也没问我呀。怪我喽，有女朋友还对我嘘寒问暖。行，那我问你，那天晚上我到底答应了你什么？带我上网打游戏呀。你拿着我的手机打到了最强能者，我就问你能不能教我打游戏，你说有机会拉我进战队，还可以带我认识国服前三呢。早说嘛，害我误会那么久。早说，算了，当我没说。来来来，热乎的啊。好啦，你不是原本也不喜欢陆远瑜吗？没必要为伊消得人憔悴。你这个举杯又消愁啊，愁更愁。下一个啊，来来来，吃个大腰子。我本来还以为他是一个心思单纯的小男孩，结果居然是一个有了女朋友还要到处送温暖的中央空调。
明明被耍的人是我，我为什么还要被人诬陷是小三啊？我也没想到你说这个陆远鱼，就跟这个羊腰子似的，还没吃呢就惹了一身山。这陆远鱼，我一直看他不靠谱。丁丁，姐弟恋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个弟弟想不想真心跟你走下去，而你呢，想不想花出时间和精力去让他长大？但现在实际问题是，陆远鱼只是习惯于跟别人相处没有边际，根本没有心思管你的事儿，而你呢，只是想要找到那个亲你的人，也没有时间去等陆远鱼，所以你俩根本就不合适。对，怪我，是我一直太想找到亲我的那个人了，所以我才会对陆远鱼有那么一丢丢的期待。对，不对，要怪应该怪亲我的那个人，要不是他敢做不敢当，才害我折腾了那么久。一个吻而已，有那么重要吗？对于母胎 solo 而言，初吻意味着感情生活的开启，当然重要了。我倒好，这刚开启就没了。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周围人都怀疑个遍了，还能有谁呢？不知道啊，越想头越疼。这腰子怎么越嚼越难吃啊？满嘴膻味儿。丁丁，要不带你吃蛋糕去。我要开动啦！我知道灵魂出窍了。你喜欢就好。我记得小时候你就特爱吃蛋糕，然后每次一吃蛋糕啊，就特别开心，我就天天跟你一起吃蛋糕。嗯，咱俩体质一样，属于狂吃不胖型的。开了民宿之后呢，我又开了这个蛋糕店。后来我发现啊，我喜欢的不是吃蛋糕，我是喜欢看你笑。等我长大以后，要开全世界最大的蛋糕店，只给你一个人做好吃的。你吹牛？不信我们就拉钩，拉钩加拉钩。哎，你干嘛搞那么煽情？婷婷，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知道是谁吻了你吗？你当时不是开玩笑的吗？如果我说那个人是我呢？笑笑，哎，笑笑，啊，怎么了？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亲我的人找到了。你不是在甜品店吗？怎么找到了？何让。何让在甜品店，你先告诉我是谁。何让。你要是想等何让来了再说，我现在去找他。何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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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尚啊，都怪你啊！你就你表白太着急，你吓着他了，你知道吗？不对不对，都怪婷婷，都是因为婷婷，你把气氛都烘托到那儿了。你，我不表白我来不及了。哎呀，婷婷啊，你到底怎么想的？我心好累啊，婷婷。婷婷，我还有空思考。他跟我说了之后，我的脑子一片混乱，
我赶紧找了个理由，赶紧溜回来了。难怪贺让的女朋友总是谈不成，感情心思一直放在你这儿了。巧了，窝边草长在灯下黑了。哎呀，我真的不想听，我现在怎么办呀？贺让是我最好的朋友，这件事情不论是我答应还是拒绝，都会影响我们的友情。哎呀，怎么办呀？哎，顺其自然，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早。早。嗯，那个，婷婷，我给你做了早餐，要不然你先吃点儿。哦，我可能上班要来不及了，谢谢你。行。让你搞什么突然袭击，把婷婷吓到了吧？那我只有勉为其难，姐姐一下早饭吧。不许吃。哎，小小。嗯。那个，要不然帮我占个卜呗。啊，可以是可以，不怎么好。婷姐，我来帮你。哎哎哎哎，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好。哎，对，交给你的项目策划做怎么样了？已经发到你邮箱了。不过婷姐，你那天到底为什么？玩到一半就走了。啊，因为身体不太舒服。明天啊，小鱼，陆总监让你们一会儿去办公室找他。哦。陆总监。陆总监，找我们有什么事吗？异界英雄项目组人手不够，急需擅长策略类游戏的实习生。考虑到小鹿平时更擅长男性向游戏，所以把他调到那个项目组去。婷婷，你以后不用带他了。太好了，谢谢陆总监，这样我以后就不用写男女互动的游戏了。婷姐，谢谢你一直来对我的照顾。好好好，那你的那个组要好好加油哦。这样也好，眼不见心不烦。既然都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先这么安排。婷婷，15分钟之后继续开会，商量终极一吻的剧情走向。嗯，好。加油，加油！可以开始抽了吗？哎呀！你玩呢？抽牌吧。哎，圣杯八，看来你对婷婷一直付出了很多啊。不管是你对于你们之间过去的美好回忆，还是对于未来关系的憧憬，都可以看出来，你是真的放不下这段感情。那我应该怎么办啊？哎，小小，客人马上来了，咱还是从简吧。太过急躁，难怪突然就告白了呢。魔术师，看来你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很有希望的。只要你继续坚持，就会出现转机，你们的关系也会慢慢好转。
所以我这次在原剧情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竹马转变为男友的这样一条支线，一方面呢是可以完善我们的整个故事逻辑，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在人物设定上面也可以更加的立体。但就是像这样子的恋爱模式我确实不是很了解，所以有很多细节的部分我们还要再磨一下。不错啊，我觉得挺好的。不错呀，韩婷婷，你这次策划比之前强多了。像你这次啊，新加的这个竹马变男友的设定，就能够更好的照顾到更多女性用户的感受，让他们更有代入感。凯莉，说到竹马变男友，你不就嫁给了自己从小到大的男闺蜜吗？正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对呀、啊，分享一下吧。对呀、啊，分享一下。聊工作啊，但确实啊。我觉得不管是结婚呢还是恋爱，跟一个懂你的人在一起肯定会幸福很多，所以不管是竹马还是男闺蜜，因为他们经历过你的人生，所以他们更懂得你的习惯以及秉性，在转正成为男友之后呢，他们能以更妥帖的方式来照顾你的感受以及宠爱你。先走了啊、哦！我也走了，拜拜。婷婷，师傅，一起走吧。师傅，你今天不加班啦？今天项目进行的挺顺利的，我刚才跟技术组沟通过了，等你竹马男朋友故事线写完，他们就正式开始设计游戏界面和人物形象。真的？太好了。怎么之前跟你工作的时候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之前是跟着一起打杂嘛，但是这一次是我第一次独立策划项目，意义当然不一样。走吧，走。哎，婷婷，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客人，你怎么来了？这么惊讶干嘛？以前上学的时候都是我接你放学，然后一起回家。你好，我是婷婷的房东，发小兼竹马，客让。我先走了，你们聊，明天见。以后我每天都来接你。哎，婷婷，回家。哎，怎么不坐副驾驶啊？你今天为什么突然来公司找我？之前不都是说来就来的吗？怎么今天就不行啊？婷婷，咱什么时候这么生疏了？你说呢？还不是因为你。你明知道我一直在找亲我的那个人，你为什么要当缩头乌龟呢？就算你觉得说出来了会影响我们的友情，那你干脆一直瞒着我呀，你就别说呀。你为什么突然昨天又莫名其妙的告白了呢？就算你昨天告白了，你也不能今天理直气壮的来我公司找我呀，还当着我师傅的面说那种话。对不起啊，婷婷，我不是特意要当缩头乌龟的，只是没弄清楚自己的感情。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我已经习惯照顾你，对你好，我把这个当成咱们朋友中的一种默契。直到你开始找文妮那个人，你又跟陆白、秦墨池、陆远鱼去约会，我才发现我真的会吃你的醋，因为我怕你真的会喜欢上他们。那你为什么昨天突然告诉我了？因为我希望咱俩在一起是因为真的喜欢，不是因为那天晚上的意外。之前我看到你因为陆远鱼的事儿在那儿心烦，所以我就忍不住告诉你真相了。可让，我们认识二十多年了，
你不会是错把陪伴当成喜欢了吧？恰恰相反，我是错把心动当成习惯了。婷婷，喜欢不一定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责任。我喜欢你，我就确定了我要做什么。你不要有太多压力，你只要试着接受我就好了。我记得我刚开始跟你交朋友的时候，你拒绝我了，因为你说你不想跟臭男生一起玩。然后呢，我就花了20多年的时间跟你成为了死党。现在我要跟你告白，你怀疑我们之间的可能性，但是我会用更多的时间跟你成为最铁的情侣。婷婷，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去追你吗？你答应了？其实我当时脑子一团乱，但是我看到贺让那么认真的样子，我就莫名其妙的感觉到很安心，很踏实。我心想，这一次我应该不会被骗了吧，我就莫名其妙的答应了。世界牌什么意思啊？感情问题遇到世界牌整体上是好兆头，只要你愿意付出精力去维系这段感情，那么你们这段感情就可以长久下去。哦，但是如果你不愿意付出努力的话，以后也能遇到很好的感情。总而言之，就是事在人为。这段感情到底有没有成活率，关键在你。贺让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亲我的那个人，于情于理，我都应该认真对待。哎，但是我从来没有被人追过。哎，你刚说努力，我应该怎么努力啊？享受就是了。小小，小小，怎么样，帅不帅？这样这样好，这个更大，这件吧。你别敷衍我，我看出来了，你帮我拿下镜子，看看头发啊。可以啊，可以，挺好。哎，笑笑，你帮我拿一下你那个香水呗。我的香水？那是女生用的。怎么了？不都香的吗？啊，对不起，起晚了，我马上就好。走吧。你穿那么多不热吗，何让？婷婷，你这戴个口罩，头发这样，你这太乱了啊。你这帽子借我戴一下啊！好了，走吧。你就这样出门了？啊，我们平时出去玩不都这样吗？平时是平时啊，这可是你们第一次单独约会。哎，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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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何让，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啊，我们几分钟就下来，特别快啊，别着急啊。这件吧。放心，少女雾面妆我5分钟就能给你搞定。哎呦，你别忙活了，快来不及了。再说贺让不是外人，我什么样贺让没见过呀？如果他现在是你兄弟，那你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他现在是你的暧昧对象，哎，你这样跟直接对他说滚没什么区别。暧昧对象不管是谁，在正式追到手之前都得当外人。上妆。三排第三，小心啊，小心带钱，走，这边来，走。
好意思啊，刚才在家里的时候确实没太进入约会的状态。啊，没事儿。现在准备好了。没事儿，第一次约会都没有经验嘛，以后习惯就好了。矫情，这女的怎么受得了？我都无视，他俩肯定分。啊！哎，哇，还真的在一起了！男女主认识时间这么久，肯定有自己相处默契。虽然别人都认为他们更适合当朋友，但是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他们心里早就认定彼此了。婷婷，说了，奇怪，明明都亲过一次了。我还是有点儿不习惯。婷婷，电影要结束了，这就回去。资料马上发给您啊。嗨，等久了吧？没有啊。凯丽总监，这么巧啊，你也来看电影。好巧啊，我刚好像看到你跟……哦，我们两个刚好碰见，打个招呼。嗯，凯丽姐，有句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讲，秦墨池这个人是不会无缘无故对别人好的。韩婷婷，你说这样的话来诋毁我有意思吗？你是敢做不敢当吧，还是你的脸皮又厚了一层？你在说什么？打扰一下啊，你们俩的问题你们俩自己解决，我就不陪了，先走了。哎，
韩婷婷，你能不能不要再来打扰我生活了？我看你是怕穿帮吧，同样的招数用第二次，你真的觉得自己炒作的方式特别高明吗？你什么意思啊？看来你是忘了你当时是怎么跟我装可怜求我帮你背黑锅的了。如果我把这些告诉凯莉姐的话，你觉得你还能在我们公司骗到资源吗？走，我们换个地方说话。我走。放开我。走啊。道歉。跟你有什么关系？对婷婷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好了，说让我们不谈 A 软件。你走开。我走开。别打了，别打了，节目就别打了。哎，别打架，别打了，快都走开。起来！好了，各位啊，都别看了，别看了，看了看了，没事了，没事了，都走吧。你上次的事情还没有完全洗白呢，如果因为这次斗殴再上热搜的话，你的演艺事业就完蛋了。怎么了？还没说完呢，不是？行了，何冉。这么多人拍照，如果事情再升级的话，婷婷一定会受到影响。师父，谢谢你。放心，这一次秦墨池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回去不敢声张。还有，以后看到别人打架，别呆头呆脑的就往上冲。陆总监，你英雄救美的时间挺巧的呀，怎么每次都能碰见你啊？你是不是特意跟踪我们呀？你说什么呢？陆总监，张总，给你介绍一下，韩婷婷，中极语文的主策划，张总，风起投资公司的总裁。今天张总的电影上映，邀请我过来看一下。张总您好。这位就是韩婷婷小姐，你好，经常听陆总监提起你。哎呀，他说你在游戏策划方面很有天赋，你策划的那个终极译文的策划案我看过，很有想法，如果以后考虑改编成电影，我们很愿意跟你合作。真的吗？那太好了，谢谢张总。婷婷，那你们先玩。好，总监再见，张总再见。太没礼貌了吧你！师傅是帮了我们，哎，你怎么还说那种话？他是真心想帮你，还是想让你更崇拜他呀？你什么意思啊？你们俩有什么过节吗？反正我就是不想，这样你跟他走得太近了。是。我看看。没事。忍着点啊，疼吧？是。咱们都这么熟了，你还害羞呢？有客人来了，你忙吧，我不打扰你赚钱了。英雄救美，这么浪漫，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心动的感觉？没有没有没有，完全下不去嘴。今天贺让一靠近我，我就，哎呀，
你不懂，有些事情啊，只有在人不清醒的时候做，才没有罪恶感。想想那天晚上，你喝醉了之后，当然就放得开了。你今天全程清醒，道德感和羞耻心一直在线，下不去嘴也很正常。哎呦，哎，凯莉和秦墨池是什么情况？他们俩怎么在一起了？哎呀，这不是很显而易见的嘛！凯莉是我们公司的总监，那秦墨池如果想拿到游戏代言人的资格，当然会找他了。放心，能混到公司中层的，肯定是见过大风大浪的独立女性，不会那么轻易上当的。哎，而且啊，他都已经结婚了，孩子都上小学了，这种低级错误，他应该不会犯吧？现在游戏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这次的集团会议决定要精简我们的内测数量。那这次上会一共报了13个项目，通过2个。第一个是神奇衣橱，将换装元素跟玄幻结合得非常到位，尤其他们的美术做得非常精良，所以通过内测。还剩最后一个名额。你们组的终极一吻，好，好。这款游戏啊，在女性观众的测评数据里尤其的突出，所以韩婷婷，我知道你在这次的策划上花了不少的心思，之前的不足也做了很多改进，集团领导很看好，再接再厉。谢谢。婷婷。好不容易进入内测了，我们是不是该庆祝一下？对啊，就是呀，我们每天都被你当工具人，陪你演各种周冬、壁冬、雨季冬。那这样，今晚我就请大家吃饭，你们想吃什么随便点，好不好？凯莉总监，我的这个项目能够顺利进入内测，你也帮了不少的忙。今晚我请大家吃饭，你也一块来吧。啊，我晚上还要见客户，你们去吧。好了，大家都去忙吧。其他组已经开始行动了，散会。不能不能。凯莉总监，就是。那件事儿，我还是想跟您说一下。想说秦墨池，我们只是业务往来，别想多了。晚上去玩开心点，明天就得加班加点了。哼，还有事吗？回去吧。那我去改方案了。祝贺。我们终极一吻顺利进入内测，干杯。哎，我提议啊，咱们每个人敬婷婷一杯酒，再说一句鼓励的话，一方面呢庆祝我们项目正式进入内测阶段，另一方面啊就当给婷婷加油打气了。好好好好好，毕竟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大家这么开心，多喝一点也是正常的嘛。来，那我先来了。婷婷啊，我呢预祝你以后灵感爆棚，写出更好的故事与互动。谢谢。你酒量不好，喝刚才那杯就够了。我知道了，陆总监，你是怕婷婷喝醉了，再把你衬衫撕坏了吧？婷婷明天还要开会，不能宿醉，剩下的酒我替她喝。好。陆总监买着，必须买着，必须的。哎，上来上来上来，快快快！好，好，好，下一个。来，这儿。车马上就要到了，就能回家了。回来了，婷婷，你怎么在这儿？
你的那个跟屁虫呢？你说谁啊？就是你那个猪吗？啊。啊，婷婷，听师傅一句，你们俩真不合适。师傅，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喝多了居然这么八卦。他身为你的主吗？不安分守己，说明他的思想很不正常。再说了，你们都做了那么多年的朋友，说明你们的缘分只能如此，不可能再进一步。但是师傅啊，你还记不记得我第一版策划案里面被凯莉否掉的那个吻？其实那个吻来源于我的真实生活，贺让就是亲我的那个人。那又怎么样？是不是谁亲了你，你就跟谁在一起？我不是说那个意思，只是我觉得亲我，喝多了还是故意整我？晚上打个电话问一下吧，不然一会儿睡不着了。他醉成那样，会不会什么都不记得了？要是我主动问他，是不是有点尴尬呀？算了，还是不管了，睡觉吧。这种心动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啊？不行，之前是贺让，现在是陆白，我不能脚踏两条船。不行，太亲了，我要睡觉了。泡影这款游戏的亮点是什么？我觉得这款游戏最大的亮点是它的世界观做得非常吸引，剧情做得也很好，它的剧情环环相扣，主线剧情。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希望可以做一款比较纯粹的游戏，希望大家可以在游戏里面感觉到快乐和满足。评价一下付费节点。其实说句实话，我觉得这个游戏它唯一的不足就是充值节点有点多。其实啊，我特别怀念我小时候玩游戏的感觉，只要我玩得好就可以一直通关到底。但是现在玩游戏的时候经常被收费打断，我觉得还是挺影响游戏体验的。如果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用户，你这么想没有问题，但作为一个职业的游戏策划师，你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怎么让用户成为氪金玩家。你可以走了。谢谢。谢谢。下一位。等一等。周一来上班。来这边看一下，这里呢是两位总监的办公室，这位是陆总监的，这位是凯莉的。
有前提是啊，陆总监为人非常刁钻，同期只收一个徒弟，而且选他的人特别多，竞争非常残酷。可供解锁的场景也太少了，像这种垃圾游戏的设置，不到半个小时就会让用户直接拉进黑名单。好的，总监，我再去改一下。总监，这个是我改好的策划案。最近加班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谢谢总监。婷婷，起床了。婷婷，起床了，要不然迟到了。烦死了！我开车送你上班去，要不然迟到了啊。啊，我坐车可能会堵车，我还是坐地铁比较快。可是我车……不管了，今天一定要跟师傅问清楚，不然都没脸见贺让了。不敢当，你呀，别记仇，别找人揍我就行了啊。奇怪，我还以为我又上热搜了呢。婷姐，你怎么又上热搜了？啊？照片都被爆出来了，婷姐，你真的在找人揍秦墨之？李总监。你看热搜了吗？我想跟您解释一下，这事我正要找你呢。走吧，会议室处。事情就是这样，那天我的朋友只是想保护我，他绝对没有故意找茬的意思。陈总，您相信我，网上那些营销号都是乱写的，我跟秦墨池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那天我在电影院碰到秦墨池的时候，凯丽总监也在呢。凯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天我们只是恰巧碰见，打完招呼我就走了。至于后面发生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韩婷婷，你作为公司员工，没有给公司挣过一分钱，公司已经跌停两次了。陈总，那天我也在现场，我可以证明，韩婷婷说的都是事实。事实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帮公司挽回损失。我们现在已经定了秦墨池来做我们新游戏的代言人，所以剧情的设定还有人物的走向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改。秦墨池成了代言人，事已至此，也只能让他做代言人了。凯丽总监，你那天跟秦墨池是不是？陈总，这件事情我还没来得及告诉韩婷婷，她可能需要点时间来适应。行，那你们就抓紧落实，希望你们这次能好好合作，给公司做个爆款出来，让公司挣点钱。陈总慢走。凯丽总监，
如果我们跟秦墨池这种人合作，最后一定会损害公司的利益，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韩婷婷，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根据秦墨池来修改角色的设定以及剧情的走向，要么你辞职，我们另找策划。这是我们组改过很多次的内容，凭什么说改就改啊？凯丽，现在项目进入到内测阶段，如果换掉婷婷的话，肯定会影响到整体的进度。上次就是因为他，公司新发行的游戏遭到了网民的集体抵制。现在我们跟秦墨池的公司合作，也只是挽回公司损失的一种方式。再怎么说，这也是我们组的项目，婷婷是主策划，怎么着也轮不着你来插手吧。我自己去跟陈总说。陆总监，上次就是为了他，你连自己的升职机会都不要了，怎么这次你是要跟他一起辞职吗？我做什么需要跟你解释吗？因为我放弃了升职机会。你觉得你在陈总那还有什么影响力吗？那是我的事情，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你促成的，我不管你跟秦墨池到底有什么关系。说话要讲证据啊。好了，我辞职。我自己遇到什么事都不怕，但我不能连累其他人。婷婷，你不用担心，我一定会替你澄清真相的。你已经帮我很多了，但是我不能再连累你了。你是我的组员，我当然应该对你负责了。昨天我的项目进入内测，今天就出事了，被迫辞职。可能生活就是诚心想跟我开玩笑吧。对了，昨晚吃饭的事你还记得吗？啊，你说我帮你挡酒。再往后你喝醉了，我送你上车之前的事，你还有印象吗？婷婷啊。没事了师傅，喝上，你来了。嗯，我来吧。陆总监，多谢你的照顾。走吧。我跟你说啊，婷婷，我做了特别多好吃的海鲜。恭喜你啊，逃出升天了。你帮我拿下。谁啊？喂。家里出事了，全是记者。大家好，我们是东城娱乐 TV 的现场记者，现在我们来到了韩婷婷的家。然后有没有人了？等了多久了？有人在家吗？韩婷婷在家吗？我们是记者，方便出来接受一下采访吗？你看，家门口全是人，怎么会闹成这样啊？有家都不能回了。昨天项目刚内测，今天就要求改剧情，而且态度这么强硬，这里边肯定有猫腻啊，说不定他俩早就勾结在一起了呢。你是说秦墨池真的跟凯丽在一起了？嗯，那天你在电影院看见他们俩，凯丽肯定觉得你是一个定时炸弹，迟早逼着你辞职的。我现在可怎么办呀？事情闹成这个样子，我不被全行业封杀就算好的了，我以后要是再找工作都用不了自己真名了。放心，互联网虽然有记忆，但都是短期的，过不了多久热度就会降下去的。对啊，你要是找不着工作呢，就在家里躺着，反正我肯定养得起你。哎呀，都这个点了，哎，我都困了。这儿太小了，哎，我还是去朋友家住几天吧。哎，想想，不是，不是，想想，现在外面还亮着呢。
完了，又剩我们俩了。今天这么多事儿，你肯定累了吧？啊，确实有点累了。虽然现在天色还早，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确实也是有点困了。要不你先回去吧。可以，你是怕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你这个人年纪轻轻脑子里想什么呢？回去吧。行，我走了，那你记得锁门啊。那天你在电影院看见他们俩，凯莉肯定觉得你是一个定时炸弹，迟早逼着你辞职的。一段时间了，你怎么还没习惯？我都辞职了，怎么还有工作？韩青青，你要不要脸？这么就是秦墨吃不放，能不能好好做个人？要点脸吧你！你长得丑，但是想得还挺美。想跟秦墨池谈恋爱，也不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你配吗？韩青青。劝你赶紧道歉，要不然就滚出这片土地，我们容不下你这家长。我尊重公司的决定，秦墨池可以做代言人，但是为了保证游戏的质量，整体故事线真的不适合按照你说的方向去改。再者，这个项目是婷婷原创的，就算要改，也最好由婷婷来负责。他自己都说要离职了，讲这些有意义吗？我真的不想让公司失去一名优秀的游戏策划。我还以为是你不想损失一段办公室恋情呢。你就是凯莉啊？你哪位啊？我是韩婷婷的好朋友。你为什么抢他项目？你不知道那是他自己的原创吗？你知道他费了多少心血吗？真有魅力啊，来个总监出头不够，现在来个好朋友。那我告诉你啊，韩婷婷的好朋友，他是公司的员工，所有的创意版权归公司所有，离职是他的选择，与我无关。伊丽莎，叫保安上来。别再闹事了啊！什么意思啊？
对不起，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婷婷，但她真的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如果她哪冒犯到你了，我替她向你道歉。哎，不需要。有必要。婷婷从小就特别想当游戏策划，这是她第一个项目，对她来说真的很重要。也正是因为这个项目，她才能结识到这么多意想不到的人和事儿。你觉得辞职只是换一个工作，对吧？但对她来说，就是让她跟自己所有的努力去告别，对她来说真的很残忍。真感人。但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是她选择离开，她也可以留下来更改策划。你要是那么喜欢劝人，回去劝她啊。不好意思，先生，请您离开啊！别动啊！请您离开！别动！哎，秦九，先生，别动啊！出去！哎，请您离开！你上来！哎，先生，先生，请您离开！哎，先生，没事吧？没事吧，先生？喂，王律师，帮我查一下凯丽。扔个垃圾而已，应该不会被认出来吧？这垃圾桶也太远了。第二天怎么穿成这样？万一才是秦墨池的脑残粉，我就死定了。韩婷婷，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不是。你就是韩婷婷，你为什么要陷害秦墨池？你做这种事不会问心有愧吗？你说话呀，你要是清白的话为什么不敢回答我的问题？站住，别跑。这儿吧，对，婷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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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婷婷，婷婷，婷婷，婷婷。有监控吗？有。那个方向有两条路，咱们一人走一条。走。婷婷，韩婷婷，婷婷，婷婷。哎呀！
师傅。站住！哦，别害怕，我没有恶意，我是娱乐频道的记者唐豆，刚才追您只是想找个机会采访您，没想到吓着您了。你怎么可能是娱乐记者啊？哪有娱乐记者一上来就追着跑？哪有娱乐记者这么说话的？我刚入行，这种采访风格是我跟我师傅学的，吓着您了，真不好意思。对了，这是我的名片。你知不知道跟踪拍摄是违法的？如果你真的想找婷婷，可以光明正大的去找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您要是愿意接受采访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嗯，那我先走了。明明是挺可爱的一个女孩，干嘛非要学这种采访风格？还给我跑了一晚上，吓死我了。没事了。婷婷，嗯，你考虑过以后的工作规划吗？嗯，先把终极一吻做好，积累经验，有机会希望可以多策划几个乙女游戏吧。那你有想过出国进修或者去国外的分公司吗？我家人朋友都在这儿，英语也不是很好，出国不太适合我。师傅，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呀？有些话可能现在说了没什么意义，但如果不说，可能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婷婷，其实我……婷婷，婷婷，婷婷，你没事吧？婷婷，我没事。你脚没事吧？没事，刚不小心崴了一下，你没事就行。看着挺严重的，要不要去医院啊？没那么严重。谢了啊。啊，没事，虚惊一场，你们回去吧。走吧，咱回家。走吧。去吧。
怎么了？烫啊？老杨，我们只能做朋友。我觉得不烫啊，你觉得凉是吧？我能给你换一碗啊。以前我确实是太幼稚了，我总以为喜欢就是一吻定情，所以我总是想找到亲我的那个人，我以为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谈恋爱。但是我今天才知道，不是的，这是两码事。何然，之前你跟我说你就是亲我的那个人的时候，我心里很乱，我觉得很奇怪。我似乎心里能够感觉到我喜欢的人不是你，但是我又没有理由可以拒绝你，因为如果我拒绝你，就等于打破了我之前所有的逻辑。我没有谈过恋爱，我不知道真正的喜欢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会喜欢什么样的人，甚至可能已经喜欢上了一个人，连我自己都没有发现。可然，你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我为我之前的愚蠢伤害了你，向你道歉，对不起。啊，我知道这些话我应该早一点跟你说的，但是我可能发现我比你更无法面对现在这样一刻，因为我知道我这些话一旦说出，我可能就会永远的失去你。哎，早知道就不追你了，搞得我这么尴尬。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咱俩都没有错。喜欢怎么会有错呢？巴厘岛，临走前告诉你个秘密。其实那天没有人偷吻你，是你强吻了陆白。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我是不是在做梦，师父？如果我变得更优秀一点，你有没有可能喜欢我啊？你已经很优秀了。
婷婷，陆总监呢？你不知道吗？陆总监被外派到国外分公司了，就是今天早上飞机，已经走了。桥段里面的转椅的设计有问题，男主人公的互动根本就不着脸，以后这种桥段一定要亲自去体验一下。你怎么在这儿呢？这就是我喜欢的人。哎，陆总监你也在啊？啊，我来接婷婷。没事，陆总监，我知道婷婷现在哪。有些话可能现在说了没有意义，但如果不说可能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在一个月前正式上线了，而且不到三天就成了乙女游戏下载榜的冠军。而我呢，也升职做了组长，带领我的团队投入到《终极异吻二》的创作中。喂，陆远鱼。听见，听运营所的小伙伴和我说，终极异吻的玩家一直在持续暴涨啊，而且很多玩家都在官博下面留言说，不仅喜欢里面的甜宠桥段，更喜欢每段关卡结束后角色对于爱情观的表达。婷姐，你真太棒了。哎，大过节的你打一个电话来就为了拍我的马屁，不是吧？婷姐，策划案写的怎么样了？你现在可是创意组组长，不能脱稿哦。我就知道你打电话肯定是这个意思，你放心吧，我已经在赶了，弄好以后发到群里。好，婷姐，拜拜，节日快乐。在游戏里面，我做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女主虽然知道了亲自己的人是谁，但没有跟任何人在一起。本来担心这个会被用户嫌弃，没想到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结局，说这样更有遗憾美。但现实的结局里，遗憾就是遗憾。临走前告诉你个秘密，其实那天没有人偷吻你，是你抢我的独白。我也没有想到，原来是一场乌龙。我一直在找吻我的人，但实际上是我强吻了陆白，怪不得他一直没有主动找我。在他看来，我可能是一个对他若即若离处处留情的渣女吧。这就是我的故事了，没谈过恋爱，但是接过吻，还是两次。为了找到偷走我初吻的人，中间闯了不少的祸，给自己和别人惹了很多麻烦，连从小玩到大的男闺蜜都弄丢了。最重要的是，我花了太多时间才意识到，我喜欢的人其实是陆白，而且
陆白也一直喜欢着我。错过了，可能还是缘分没到吧。虽然很无奈，但更多的都是些美好的回忆。很幸运，我的初吻给了我自己喜欢的人。好了，不用这么难过了，我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充实，这就足够了。喂，小小。婷婷，我谈恋爱了。什么？我也没想到网恋奔现居然这么快就成功了。我俩今天一起过情人节。哎，我说你是不是有点重色轻友了？大过节的我在赶稿，你告诉我你谈恋爱了。喂，李小小，稍等。你好，婷姐，情人节快乐！你怎么来了？住住住住住住住！可是情人节啊！你那个小女朋友呢？打住！哪壶不开提哪壶，我都已经跟她分手了。是是是，婷姐想起来了，我可爱的小助理居然被她的女朋友嫌弃年纪大分手了，真是天道好轮回呀。给姐做饭去。遵命。做饭去喽。哎呀，别提了，巴厘岛的巴厘水太难喝了，实在待不下去了。陪你回来过情人节好不好呀？有人可比你抢先一步啊！抢先一步过来当厨师的，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小奶狗还跟我较劲啊！小奶狗多可爱啊！怎么样，婷姐，有没有兴趣收养只小奶狗？你婷姐那是乳糖不耐受。再说了，奶狗哪有舔狗香？就冲不要脸这劲儿，你就比不过我，是吧，婷婷？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二位是专门来恶心我来了，还让不让吃饭了？咱俩是有点恶心人了，但是有一个人呢。你绝对不恶心。你怎么提前回来了？陪你过节啊。你们商量好的？我看到了你游戏里面写的隐藏结局。我愿意。此时夜空之下烟花绚烂，女主角成功向男主告白，
两人心意相通，拥吻在一起。曾经，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发现。直到有一天，她吻了我，我才发现我喜欢了她好久。可是因为我的懦弱，我让她承受了太多。当我真的要失去她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脑子里面全部都是他。再后来，他把我们的故事写到了游戏里。今天，我要做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是不是喜欢你？不要着急打断这话题，你这样沉默无语，我失去要开口的勇气。那天是何时时机？心里的话想要告诉你，因为你温柔细腻。心姐真好啊，可惜我没机会了。有机会你能追上了，这么多年我都没追上呢。那这还是我成年之后第一次一个人过情人节。没事，哥陪你过。我就是喜欢看你傻傻的样子，所以快乐常常被提起，就在我的心底。有风有雨，有你的每个日子里，你悄悄地变成我眼。最后那个吻，他告诉他，游戏里的结局只是一个开始，他要为他续写接下来的故事。